哎，小当家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这个官方也很可爱耶。这是小玉有的吗？这很像出过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这些排版先给你们啊。其中都有排版，好像还没讲。速洗，自动贸易。我一直觉得这个很烦，但这个又一定要解，因为你这个没解，你很像主线会卡起来吧。然后看到宠物就想起来一件事情，到底宠物出了没有？宠物有什么新的宠物吗？三八九，咖喱饼啊，奖励不给我过，他还要下去，眼睛也可以叫新装啊。